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哋好。我曾经听过有一位神父在监狱里面，这位神父遇见几位教友，他们都一起坐监。教友呢告诉神父知，他们偷偷地收埋一本圣经，他们不想被人发现这本圣经，所以呢他们就将这本圣经撕开收埋在地道，然后呢将圣经的内容呢赔晒他。当他们见到大家的时候，那他就可以一起分享圣经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另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曾经有一位女士时时都会去医院探病人。这位女士呢希望透过圣经里面的说话可以安慰和鼓励病人，带给他们一份希望。她探访之后亦都觉得开心了，因为觉得有希望啦，心灵亦都得到安慰。这位女士呢有一段长的时间都没有去到医院探病人。病人呢成日都去问姑娘，点解嗰位女士咁耐都唔探访我哋，同我哋去讲圣经呢？有一日姑娘呢就见到嗰位女士，就问佢，病人好挂住佢哋呀，点解你咁耐都唔嚟医院探访病人呢？喺呢个女士就话，我对眼呢唔舒服啦，医生话有机会变盲啊。护士话，如果你系咁嘅情况，你都冇机会返嚟探病人喎。不过呢位女士话有机会㗎，所以呢而家我真而家对眼仲可以睇到少少嘅时候呢，我尽量赔晒本圣经。当有一日我对眼完全失去咗视力嘅时候，我就可以将我之前配嘅圣经配返俾病人听喎。好啦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呢啲係关于睇圣经真人真事。我哋问返自己喎，我哋问自己啦，喺屋企有冇圣经呢？咁我哋仲记唔记得呢本圣经喺边度呢？如果我哋有圣经嘅话，你哋有冇每日睇圣经呢？如果我哋有睇圣经，我哋记唔记得里面嘅内容或者配背到呢？就好似基督教会嘅朋友，或者我头先所讲嘅呢班监狱里面同埋好快失去咗视力嘅教友一样，佢哋都会系好珍惜圣言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既然呢段时间受疫情嘅影响，我哋呢就是可以睇多啲，认识多啲，同埋呢热爱圣经，同埋更加实践圣经所讲嘅说话啦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呢係圣言主日，所以睇到係读经一，睇到天主嘅子民点样对圣经嘅态度呢？喺今日嘅第一篇读经里面，呢个士祭厄斯德利就向民族宣读咩呀？法律书，即系话呢每日五书，又朝到咗到中午。如果咁样嘅话，大约呢六至七个钟头啊。你睇下几个钟头啊，六至七个钟头啊。所以呢民族呢又死个繁荣喎。我哋要学习啊。所以我哋佢哋对天主嘅说话嘅态度，第一佢哋话咩呀？会答阿孟阿孟，呢个表示呢佢哋同意师仔宣读所宣读嘅内容呢，佢哋咩呀？同意呀、啊、阿孟阿孟。第二个呢，佢哋举起手，喺呢个表示呢佢要求天主。第三，他们呢在天主前跪低伏手致地，这个呢是朝拜
诵经的动作。第四，他们哭、哦、可能是开心，因为很多年之后终于可以听到天主的圣言。可能后悔、哦、为什么？因为自己很长的时间呢都没有遵守天主的说话啦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，继续在这个四祭厄斯德礼仪宣讲将忧苦变成喜乐。他说，你们应该去吃肥美的肉，喝甘甜的酒，并且呢送一部分给那些没有给的人，因为今日是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啦，因为喜乐于上主就是你们的力量。好啦，今天的福音结束的时候，耶稣讲了一句说话好好听、哦、他讲什么？你们刚才听过这段圣经，今日应验了。在耶稣的年代呢，好多犹大人都好像他们祖先那样深信先知的预言，他们仍然一直等待这个麦西亚的来临。始终天主向以色列应许麦西亚已经好多世纪，但是到了这日他们不用再等了，因为耶稣宣讲他就是麦西亚，他应验了麦西亚的预言。所以呢，各位兄弟姊妹，今天的福音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讲紧他的使命。他的使命是什么？第一，向贫困的人全部起信。贫困的人不单止只是指物质上的缺乏的人，还有一个被边缘化、被排斥、被遗弃和没有自尊的人。譬如呢，是路加福音，路加就记载耶稣诞生的时候先让牧羊人朝拜他，并且赐给他们恩宠和和平。又是耶稣在公开传教的时候，他很强调天主关爱穷人，并讲了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富翁和拉杂禄的比喻。第二，向俘虏宣讲释放。俘虏呢，不单止坐监人，亦都只是精神上被坐监的人，即是说呢，摆脱不到罪恶或者摆脱不到死亡恐惧的人。路加福音和中道大事录呢都有记载，耶稣传教的时候呢，除了医好了人肉体上的软弱，还会将人从灵魂上的束缚和魔鬼压迫中释放出来的。第三呢，向盲者宣讲复明。圣经指出是身体上和灵性上面的盲的。在这里呢，灵性上的盲即是说呢，灵魂没了视力，即是说呢，是黑暗当中。如果你是灵性上的盲，即是灵魂没了视力，即是说呢，是黑暗当中不认识或者见不到天主，或者是人生路上迷失了。他们本来可以呼求天主的帮助，但是呢，是因为他们的骄傲要没去寻找真理。所以呢，路加福音记载的时候呢，耶稣履行传教的使命的时候呢，就令很多身体上和灵性上面的盲者复明啊。比如呢，大家留意一下的时候呢，这个比喻什么？税利泽海、哦啊、不单止身体上的和灵性上的盲者复明啊。好啦，第四，令压迫者获得自由。压迫者是无处不在，可以呢是屋企啦，未必社居啦，工作场所啦，或者国家里面啦，可以是政治上面啦，或者社会上面啦，
种族上边啦、经济上边啦，或者身体上嘅。但系咧，我哋咧可能咧认为自己冇受过乜嘢真正嘅压迫，但系其实咧，我哋好多事咧都会不知不觉俾自己压力噶。各位弟兄姊妹，魔鬼会有诱惑令我哋犯罪，否认天主嘅说话，被世界诱惑、屈服同埋咧被罪恶嘅束缚，呢啲压迫。呢啲压迫咧，会将我哋打成碎片。不过透过耶稣嘅一生，佢嘅死亡同埋佢嘅复活，佢可以咧接触到世界上每一个破碎嘅生命，包括灵性上嘅压迫。所以咧，我哋可以咧重获自由嘅。第五个。宣布上主恩赐纪念，而家讲紧呢个年唔系只系365日，而系咧只系灵性上边嘅，喺自耶稣基督教赎嘅时期，喺呢个时期咧，所有嘅人都系恢复自由啊！事实上咧，呢一年所有嘅人都系恢复自由啊嘛。由耶稣被钉喺十字架上嘅开始，嗰阵时开始，天主愿意接纳罪人，就近到佢嘅面前啊！所以咧，各位弟兄妹，今日福音教导我哋，只有耶稣基督先至可以救赎我哋，先至可以真正咁释放我哋。耶稣嘅使命唔单止系从软弱、疾病、困扰同埋焦虑中释放我哋，仲系从罪恶中、黑暗嘅力量中拯救我哋。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咧，升天之前佢所讲嘅就交俾门徒啦，一直都延续落去嘅。作为耶稣基督嘅信道，我哋每一个人，我哋今日都被拣选嘅，去履行这个独特的使命。我们个个都有传喜讯，为福音作见证，同忠诚地延续耶稣的使命的责任。所以呢，我们首先要不断更新对天主的承诺，因为要跟随耶稣就要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动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接触未听过耶稣和迷失的人，所以我哋继续复传啊！喺我哋嘅家电里边、社区同埋社会之中，有人咧好需要摆脱妒忌，好需要摆脱自私、仇恨、愤怒；有人咧好需要摆脱贪婪或者好多坏嘅习惯。所以咧，我哋要互相提升、互相帮助。咁就可以得到天主嘅救恩。另外呢，我哋一定要帮助所有嘅遭受苦难嘅人，因为喺佢哋嘅身上，我哋睇到贫穷同埋受苦嘅耶稣，睇到咩呀？默西亚。希望我哋呢会尽力要信心、爱心同埋恒心去侍奉天主。各位弟兄妹，而家我哋咧一齐背圣经呢句说话啦，使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实践喺天主嘅说话，喺天主保佑。攻读路加福音第四章18-19节，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，因为他给我富了油，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播喜讯。向俘虏宣告释放，向盲者宣告复明，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，宣布上主恩慈之年。